好，来，这是一个 mobile desktop dock 的产品，那连接我们 ROG Phone。现在我们这个 Phone 呢，就是有连接这一台手机，还有连接这一台电脑。那这个电脑跟手机是透过这两条线 ，Display Port。来，我们看 Display Port 跟着电脑连接，在一条 USB 线。然后呢，后面有很多 port。这 mobile dock 后面有很多，像 DP output、HDMI， 然后网路口。还有四个 USB Type A 的 port， 那这个 Type C 是做电源，它就是电源线。嗯，对。然后呢 ，Type A 这四个都可以供电吗？都可以供电，对，都是 Type A。然后在你 Mobile Desktop Dock 这边会有两个模式，我们可以选择看那 Screen Mode， 我们可以选择两个，一个是 Mirror， 一个是 Twin View Mode。对 ，Twin View Mode 可以干什么呢？就是像这一台，我们这边一边播剧，一边挂网。那像这个都只有一只手机就能做到的事情。那它的那个 TwinView Mode 它有支援，就是所有的 App 都可以支援。目前就是还在进中，对，还在进中，对，我还在。那目前可以支援的 App 有哪些？横屏可以横屏的，可以横屏的都可以。只要横屏的。OK， 就比如说爱奇艺就可以。对，爱奇艺像那它播影片很平嘛，所以就没什么问题。啊 ，YouTube 也可以 ，YouTube 也可以 ，OK， 好。然后两缸动到这里。然后像现在就是 Mirror Mode。对，现在是 Mirror Mode， 我先切到 PC 去。OK。对，像现在我们是接到 PC， 我刚刚。哦，所以也可以把讯号再切到回 PC。讯号就到 PC 了。哈、嗯。那它接上去的时候，它可以。比如说我现在用 Mirror Mode， 那我可以把萤幕关掉吗？把手机的萤幕吗？对。你说关掉用电脑这样子？就是让电脑萤幕显示，然后这边萤幕按掉，让它省电。其实我们手机可以直接拔掉，都还可以直接继续用电脑，因为它就像一个 Switch 交换机。不，我是说现在假设我们已经想要用那个 Docking 来玩手机上面的游戏，对。那已经用 Mirror Mode 的话，那这边。画面是亮的，那这边画面是关的，就一定两边都要亮。就是近视，近视就是这里有什么，这边就秀什么。所以这边不能先把萤幕关掉。OK， 好，了解。那这一台主机 Docking 它本身要插电吗？这个要插，就是插这个。这里有插一条线，好、哦，对，这个就是它电源，这个 Type C 其实是电源线，哦，是电源线，我们是用，因为要用搭配主机的那个 adapter， 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就是用 Type C 的电源线 ，PD 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是 PD， 对，可是它就是这个就纯粹是供电的，也没有任何的传输的功能，嗯哼，好好了解。这个摇杆并没有说专门配合电脑，刚好没有家用。那这个它支援蓝牙装置的去周边吗？其实这蓝牙的话就透过手机有就有。哦，全部都是接过手机。所以这一台装置等于是让它去接有线的装置。对，就是延伸它的扩充口。然后里面其实这里面也有风扇。它风扇的话，手机温度高，风扇就打开。OK， 好。好，谢谢。